会说话的小八哥，看，他会说话，他就不上来了。这都是这过完年了，永远是去年的。有人啊，不，这会有人。 小的嘛，小的多少钱？你拿，你拿冰箱。没有手。啊，我，咱这原来一会儿该叫了。大的才15。有大的了，没见到。还有一个小的长大了，这么大。你那个蜡烛是公是母啊？那头俩有点灰。 那是母的，他那也是。他没到黄毛来是吧？说的，他也是啊。 这两个都会说话。过来啊！我给你看看，他俩做对了。拿个大笼子，他俩有饭。啥卖的？你咋知道哪俩是一对的？他俩都是你俩对的。哎，我半截的。啥卖的？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一个不是。 好了，花鸟市场啊。